不知君想干什么？我来就是想告诉你，好好享受你这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，还有自由空气的味道，不然哪天突然就没有了，后悔都来不及。现在谁输谁赢，还很难下结论吧？ 也许不早，不晚，刚刚好。嗯，开始吧。嗯，好。各部门就位，开机。 五星依次 ，Action！ 教授，我食言了，我不能再陪你去找传说中的婆婆。我真是啊。 那还用找什么幸运巫婆？其实幸运一直都在我身边。别说话，就让我这么静静的抱着你就好。能和你对视的每一天，总是上天对我的恩赐。 下一场吧，好。干嘛呀？这什么人啊？他来了，干嘛呀？这么多人。林静莹，你来干什么？现在我宣布。 时光之城摄制组马上解散，这些个道具都给我立刻毁了，给我拆！哎，林静，干什么？林静，等等，等等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等等，别动手！ 林继阳，在场的所有人都和你签订过合同，在没有充分的理由之前，你没有资格向这解散剧组。什么？你们只是我聘请的一个。公司的评估，时光之城的宣发成本太大了，所以公司决定呢，宁可停止前期的拍摄，也要停止项目的推进。 对，真的很抱歉，你们被解雇了。好吧，接下来给我继续拆，所有的素材，给我毁掉，通通毁掉。这东西是我们所有人的心血，没有资格碰。这是各家的财产，跟你没有关系，交出来。
停下，停下！住手！都住手！喂？啊，刘佳，你过来。一会儿跟我走，剩下的人留下来。没有我的命令，我看谁敢开枪。走，别动，别动！你们，经过了几个月的努力，我们时光之城终于杀青了。谢谢大家，大家辛苦了。我觉得在这部时光之城中得到的远比想象的要多。这个时光之城呢，主要是纪念一位在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朋友，我的前夫许正尧教授。也因为拍摄时光之城，我挽回了在我人生中差点失去的人，我女儿许真。非常的谢谢时光之城的拍摄，也谢谢各位主创人员，参与这部剧的所有朋友们，真的很感谢你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我要说的就简单多了，很感谢时光之城这部戏让我对表演有了更深刻的认识。当然最重要的是，在时光之城我找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。哦，谢谢大家。你以后可不可以不要乱讲话？